山本美月与濑户康史因戏结缘，正式发表结婚并晒婚照。前几日，有日本媒体先行爆出男演员濑户康史与女演员山本美月即将要结婚的消息。据支持着我的各位以及关系者们，抱歉因私事而打扰大家，在此想向大家报告濑户康史与山本美月结婚了这个消息。濑户康史于2005年7月通过 D-BOYS 甄选获奖，同年12月加入 D-BOYS， 正式进入日本演艺圈，代表作有的假面骑士 KIVA、 海月姬、我不是结不了婚只是不想、鲁邦的女儿等。濑户康史和山本美月曾经有过两次合作，分别是2016年的 HOP 卫生和2019年的完美世界。剧中山本美月拒绝了大人哥一般的濑户康史，没有在一起也让挺多观众意难平的。不过两位演员在戏外发展出了恋情，据知情人透露，濑户康史和山本美月最初的时候就是以结婚为交往前提，像一般人一样外出约会。